大家好，我是高宝华，在我身边的是子荣传道。子荣啊，第一次跟你合作做这个城镇加 TV 节目啊，有一样嘢我想先赞咗你嘅。赞我咩啊？唔通赞我大方得体？呢个都啱，但我更加想赞你嘅喺第二季嘅时候，你负责写嘅成长班课本《撒母耳记上》，我觉得写得好好啊。系，多谢你鼓励啊！呢个真系神嘅恩典嚟嘅，我会继续努力加油噶。喺城镇嚟讲咧，我都算系一个新人，对呢个大家庭嘅认识得好少啫。咁啊，你系前辈，请多多指教啊！既然你话我系前辈，咁我问下你啦，点解今次教会会揾我同你一起做呢个主持人嘅？这个真系唔系好清楚喎。我嘅话咧就可能因为我系新人啦，我旧年九月咧先至正式加入城镇嘅训练事工喺嗰度服侍，咁可能教会想俾机会我呢个新人学下嘢，见识下世面咯。嗯，咁讲都有道理。咁我又考下你啦。上帝咧系用洪水毁灭咗呢个邪恶嘅世界。当时佢同挪亚立咗一个约，彩虹之约啊！这个咧系上帝同地上一切有血肉嘅生物所立嘅永约嚟。果然好熟圣经喎、唔敢当，我真系好中意圣经啫。啊，不过讲起彩虹咧，我就谂起教会喺七月二号礼拜六，祈赞部将会举办一个布道大会，主题正正就系雨中彩虹、哦。雨中彩虹真系好有意境啊！咁到底呢个祈赞布道会有啲咩精彩节目噶？这个问题最好就系问我哋嘅祈赞部主管梁师母啦。喺呢两年，我哋都面对住疫情，特别系今年，我相信咧好多人嗰个嘅心情都好似落雨一样咧，沉沉闷闷咁样。我哋咧盼望能够透过呢一个嘅布道会雨中彩虹嚟到话俾大家听，雨后系会有彩虹嘅。纵使我哋仍然喺艰难嘅里面，但系我哋有盼望，寻找信仰，寻找耶稣，得着盼望，胜过艰难。我哋咧邀请宝佩儿姊妹啦，做我哋嘅见证嘉宾，因为咧我哋都知道佢曾经遇过一场好严重嘅车祸，信仰就帮助佢喺呢段艰难嘅日子里面咧嚟到系去面对同埋胜过呢啲嘅艰难。佢嘅经历，佢嘅见证啦，都能够咧成为我哋嘅一个嘅鼓励。我哋教会儿幼部嘅小朋友嚟到系去献唱诗歌，令到整个嘅气氛咧带嚟有活力。邀请弟兄姊妹带同你未信主嘅亲友一同出席，让我哋彼此一同嘅嚟到得着喺主里面嘅盼望同埋激励啦！祈赞布道会雨中彩虹，七月二号礼拜六下昼三点钟，城镇大礼堂，不见不散。啊，宝华，头先你系问我教会点解揾我做主持啊？其实就点解揾你做主持咧？因为我高。高？我睇你最多一米七多啲，唔系好高啫。你不断咁话我系前辈，其实我系讲紧教会嘅年资高啫。原来系咁啊！咁有几高啊？哇！我已经做足咗28年啦。哇！失敬失敬，果然系我前辈啊！不过咧，我啊知道点解会揾你做今集嘅主持，因为跟住落嚟要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关爱支援行动啊！这个行动咧系由我哋社关部同埋圣针社会服务处携手负责嘅。当然就唔少得你呢位社关部干事嘅参与啦。喺今年三四月第五波疫情爆发得最厉害嗰阵时，真系好似打仗咁啊！对全港各阶层嘅市民影响都好大。教会长执见到弟兄姊妹同埋我哋嘅社区邻舍有需要，执事会就紧急拨出咗一笔款项，俾社关部连同社会服务处去统筹执行呢个抗疫支援行动。行动个名就叫做关爱支援行动。由于当时教会需要关闭，义工亦都唔可以翻教会，所以我哋只可以动员教会嘅同工，包括传道牧者、文职同工、执事同埋社会服务处嘅同工一齐携手合作。社会服务处主要负责抗疫物资，包括系采购、分配、存仓、物流等等。而教会嘅文职工作主要就做一啲后援嘅支援，预备包装抗疫嘅物资，亦都联络有需要嘅弟兄姊妹。而传道牧者就做前线嘅探访。当时我都有帮手做前线嘅派发，逐家逐户上门将教会嘅爱心送上。喺3月11号至到4月24号呢个半月时间，我哋接触咗有566位会友同埋有需要嘅朋友，将抗疫物品送到去佢哋嘅手上面。
我们现在先来看看教牧同工的访问先。觉得教会在困难时期向会友表达关心，由传道同工将物资送到门口，正正就是分享爱、彼此关顾表现。在刚刚的关爱支援行动里面，我们是同接触很多的弟兄姊妹、朋友，特别打电话去慰问、关心他们的需要。我自己都能够做少少的事情，我都觉得是很兴奋，因为都可以参与去服侍一些有需要的，特别他们那种的关心，他们那种的即係憂慮擔心的時候咧，係一個行出去的一步啦咁樣。今次我去了呢個城中有你關懷家庭行動，其實我覺得挺有意義的，因為是探訪一些土瓜灣的劏房户啦。咁我自己就同埋弟兄姊妹去了13街，在那度咧都探了幾家人嘅。咁佢哋當中很多都是單親的媽咪。今次探訪咧，咁我都知道即係好多户咧都願意去留下電話，即係話我哋可以下次再去探訪去嘅。咁我覺得呢個正正係我哋傳福音嘅一個其中一個重要嘅元素，就係將即係福音係帶俾我哋身邊嘅人。咁唔單止係宣講，亦都係真係全人嘅關懷啦，即係將我哋嘅關心去話俾佢哋知，我哋真係會見到佢哋嘅需要。我真係好感受到主內一家人嘅真正情意。感謝主啊，確實係施比受更為有福啊！我記得主耶穌講過，呢啲嘅事你哋既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嘅身上，就係做喺主耶穌身上。原來侍奉主係咁簡單嘅喎，只要我哋用心留意其他人嘅需要，用愛鄰舍嘅心嚟服侍佢哋，成為他人嘅鄰舍，就等於服侍主耶穌啦。你講得好啱啊！但願我哋城浸家嘅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得到，因為我哋是一家人啊嘛，下集見。咪走住，咪走住，收到特別消息。哦，關顧部癌症關懷團契情深組於6月19日禮拜日下晝2:30到4:30喺城浸大禮堂將會舉行一個關懷教育嘅講座，主題係癌症關懷，有他有你也有我。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不幸患上咗癌症，你可以點樣幫到佢，俾到合適嘅關懷呢？癌症團契情深組又可以提供哪一方面的支援给你呢？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资讯的话，记得6月19日星期日下午2:30来参加癌症关怀，有他有你也有我教育讲座，不用报名的，免费入座。特别报告完毕。